达七龙七伏。胆小七零二个暴击魔。阿舅阿舅，死劲点的老虎。英雄就好了。你拉前的时候是不是想过我一下？十几年了，我也找到你了。啥平白超梦？到那个岁数，还混成那个样子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当时我玩的全是我来的。要许东，你暂时都不晓得，记得就好。你真的要去？112呼叫指挥中心，真的放过我！抢老子的车，这老子能残废？你带上我走，钱我要一半。我要去基赌博。你不，你不要管我！我在银行工作得很不开心，这些人也不是特别喜欢我。直到三个男同学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。所以我想了个计划。